看看新闻网。李敏镐、鹿晗、钟汉良、韩庚、Angelababy 等男神女神已经确认加入2015年《我们的梦》梦圆东方东方卫视跨年盛典。此外，黄晓明也已经确认加盟，他将以领队的身份率中国梦之声的新老学员共同欢唱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